各位尊王伯父的节目，大家好，早晨。我是今天季茂年醒狮演帅师 Ricky。 那我这里先跟各位打个招呼，那我祝代表尊王伯父同仁，先祝各位身体健康，福寿双全。大朋友步步高升，生意兴隆。咁小朋友最近呢度学业进步，笑口常开。好，咁我哋非常之高兴啦。咁我哋请到博士功夫金龙醒狮拳啦，为我哋今日尊王伯父咁啊表演醒狮嘅。咁喺呢边之前，咁我哋就有请翻我哋尊王伯父业主委员会主席陈伟雄先生，系啦，委员杨伟荣先生、梁建强先生。同慈世強先生，咁為我哋一對金絲進行一個簡單而隆重嘅掛學同埋點睛嘅儀式。咁啊，請多位。Thank you.
Yeah.